太扯了！前方有红色 ID， 红色 ID 有队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包含我刚打的五只五天王、五只小僵尸。各位观众，你们有看过五只小僵尸在一起吗？我感觉还不止哎，是怎样？僵尸全部变小了是不是？我把僵尸变小了。哎，不对，这是大的，这是大的哦，两只啊，两只小僵尸，这是大的哦，误会误会，我刚刚太紧张了，啊、哦，太紧张太紧张，你们是大的是不是？哼，大只了不起啊，这样他们应该也过不来啊、哦，好紧张好紧张，两只两只小的，一堆大只的，附近有个队友，这棋可以挖掉了。很怕还会有小的，没关系，我盾牌哦。前面还有黄金，走开 ！Creeper， 你不能，你不能炸，你不能炸！我跟你讲，你这一炸，世界末日就来了。其实也可以啊，他炸我马上把这边都堵起来了，有没有？喂，喂。太多怪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！哎、欸，你真的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息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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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息怒！叫你息怒，气呼呼，气什么气？我看到你，我更生气。哎、欸，然后只要我们度过这个苦难，前面就有队友的 ID 了。有个队友在前面，你快死了！你快去死了！小心小心！哇，下面还暗藏队友队友队友！我应该先点亮。好多条！哎呦呦，这你！我有说你可以这样子吗？哎，队友队友有窟窿有窟窿有窟窿。黄金，黄金，角角窟窿。他打你，他打你哦！我在打他，我在打他。我那个，我那个，然后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，最后一下击倒他。Nice, nice, nice， 队友。小鸡弟弟有鸡赢了，鸡神有鸡神。对哦，对哦，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回升。先把附近的铁挖一挖，这里铁非常非常的多，有多少有多少，大概有八组之多，我们可以好好赖以为生。哎、欸，有怪有怪，你小心哦！我现在暂且没有武器哦，稿子神功，哼，用稿子也可以打人啊！冰酸哦。小心哦，对哦，那附近有 Creeper 哦，很可怕哦。放心啊，我们这边有鸡神在，运气非凡。哦，啊、哦、，OK OK， 打怪都要小心啊，因为它有点小卡，所以怪物也会跟着卡卡的。呜、哦、，Yes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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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。Yes， 红队，红队吃过去，红队，红队溜起来。啊，谁跟你们要两条命？一条命就可以赢到最后了。哎，对，烧铁，再烧一个，我们至少做个剑，给自己做剑一下。啊，感谢超级留言，感谢美宁。可以叫小弟去炸人，跟你讲，那只鸡甲是可以爆炸的，没有？从我手中丢出去 ，Chicken Attack， 它一定会回来炸我，好不好？这个敢相信小鸡，当你选择这一刻就是错误了。应该再做个食斧，一小，哎，队友来了，我刚只在烧铁而已啊。这地方就是我们的宝库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哇，你背后还有可可豆，哼！我让他见识一下我的
我的叫做可可龙豆啊，是不是帅气多了？想夺走是不是？你夺不了啊，你夺不了。我们其实可以坐个船，就可以把这个。哎呦，你也做了！哎呀，不愧是可可一族啊，想的都是一样的啊。嗯，屁股顶他，哎、啊，用屁股顶就没问题了。喂，喂，啊，我感觉没有报警。我等一下，有有有。屁股用屁股，屁股很大力，用屁股帮你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有吗？感觉好像怪怪的哦，这只好像怪怪的哦。你的船是不是怪怪的、啊？你的船怪怪的、啊，哎、欸，刚刚是有没进去吧？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进了进了，是不是？教你啊，这个背上有可可龙豆的，不同凡响啊！卖差、啊，喂，喂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哇、哦，蓝队一个一个兵败如山倒，看来这场轻松获胜了。哎呦，吓死、欸！旁边有怪，各种怪，下面有铁。我先堵起来。你等一下，还没点名点到你，这么着急干嘛？走开啦！那有点点名时间还没点到你。OK OK， 治水治水。各种哦哦哦哦哦！哎、欸，我举盾，你怎么可能打到我？屁嘞！这游戏有 bug 啊，有 bug 啊！我他来的那一刻我就已经举了，我一直举着啊。哎、欸，我举很久，我举很久，你这代射到我没天理哦。各种没天理啊！想要更多的铁装。前面那是队友吧？是是是。攻击超慢的。嗯。喂，哎呦，解决解决。先挖铁，先挖铁。挖挖挖挖挖，挖好挖满，马上走人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场怎么样啊？抱大腿，好不好？抱大腿，队友都是各种的大腿。哎，没火把了，前面还有红红的，不过先回去烧铁，有铁装再走更远。哎，哦，队友，嗨嗨嗨，没铁是不是？看我在这边挖什么啊？都是铁啊！你没有铁，哈哈哈！你有苹果。你好赞呢、哦！哇，你给我一颗哇，大漂亮，大美女，哇！我可以做好多金苹果了。我等下可以分你一点铁，可以给你三颗，一颗苹果换一颗铁，赚。那个，哎、欸，红队了，好，我等下过来，大美女，等我啊。哎、欸，我的路在哪？完了，迷路了。可是这有铁，还有 Creeper， 没关系，我们挖铁，不打搅 Creeper 老人家。哎呦，蓝队的，哎，红队都被烧死了，不要玩火啊，小朋友别玩火。怎么那里又有铁啊？好多铁哦！啊，不是啊，我的，这里这里这里，找到找到找到，找到了找到了，
现在的我来运啊！呜、哦，哎，不，这你是队友，队友，说好的来运呢？所谓的来运的意思，就是指我们有没有各种的、各种的活下来，各种的歼灭敌方，不是一直死啊？哎、欸，我们现在站起还多一点，有有有，摔到摔到哈！就我们等下应该也是可以去地表打打架，趁白天的时候，对面一定会有一些好战分子想要在地表。队友，队友，振作啊，队友！那个不要。不要想不开，没有铁，等一下跟我拿。哥，很多铁啊，不得了啊！嗯，这要多一点熔炉了。我这边要开烧烤店了、啊，烤翻天，要烤肉，肚子饿了。哦。穿上酷酷，脚脚，可以捞个铁桶，可以先捞个水，捞个水，就不怕被烧了，对不对？下面那是什么？小蝙蝠，萌萌小蝙蝠，这里都是自己人哎，好温暖哦。好窝心哦！有没有更多的铁啊？有有有！猫猫，溜起来，溜起来了！再一个铁斧，满了，满了，满了，满满的物资啊！要什么有什么。要什么有什么啊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！一手一手一手，有有有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刚刚送你们一些礼物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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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送礼给队友，队友一定觉得非常的感动，想着有我真好，好说好说好说。哎，刚刚有看到岩浆，我们可以多捞一点。走错路了，捞岩浆，捞岩浆，捞捞捞。哎呀！喂喂喂！哇，更上层，哪里来的岩浆啊？哇，丢黄金啊！谢谢谢谢谢谢大大谢谢大大！喂，为什么跳不起来？结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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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捞个。太矮了，上不去。喂，有了有了有了！队友，你们要缺铁吗？我那边有铁，你们要不要看一下？喂，有了有了 ，Golden Apple，Golden Apple， 哇塞，在我面前吃金苹果，你好意思啊？